幼稚，幻想又偏激。爱情曾经当成游戏，不懂得什么是珍惜，为何在失去你之后才发现问题。寂寞夜里抵挡压抑，往事模模模糊又清晰，是否愿意？我会付出全心和全意，和你一起去找寻幸福甜蜜。Baby baby， 请不要怀疑，不快乐的往事都快忘记。这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彼此珍惜。谢谢。哎，又这么结了，是不是太简单了点？结婚本来就比离婚简单。你啊，刚结婚你就说离婚？杨康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，这国家跟法律都得认可。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雷小桃的脑门上可贴了我杨氏的商标，任何人不得侵犯。包括你本人也不得跨出围墙半步，违抗者体无完肤，结局不堪设想。别看了，国家颁发的，很正规的。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？工本费9块，装结婚证的漂亮盒子是20，那就是29。早知道这么便宜早就该来了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早该来了，在认识你之前。都结婚了还不靠谱，我替你保管。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。省得离婚的时候你不给我。再说一遍。再说 N 遍，你又拿我怎样啊？你忘记这个了？雷氏公约第一条，男方导致女方心灰意冷，女方有权提出解除婚姻关系，男方不得以任何借口驳回。Yes, madam。雷氏公约第二条，女方在不想要 baby 的情况下，男方（括弧包括男方的父母、直系亲属）不得以任何手段逼迫女方生 baby。哎，我都没看过这个公约，我觉得它是不平等条款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微博昭告天下了，有什么不满你就从了吧。有人看你的微博吗？走吧媳妇儿，见公婆去。哎，见老丈人去。嗨，哈哈哈哈，走吧。媳妇儿，接个电话。喂。
喂，你好。哎，是我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结婚。啊？不会吧？啊，那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一下。好，啊，再见。谁啊？啊，同事。同事，找到工作了？就同事。哎，媳妇儿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，咱们一小时后在家门口集合。喂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就算地震海啸了，咱也把婚结了。这不结婚了吗？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可以彻底安全、彻底放心，然后彻底的去劈腿了是吗？劈什么？拿来。什么啊？装什么？手机。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？媳妇儿，这打结婚第一天你就不信任你丈夫了是不是？少废话，拿来。哦，公约第386条规定，我们夫妻双方有隐私权，包括不得偷窥对方的手机、QQ、MSN， 还有开心网。这条藏得这么深，你居然背得这么溜，铺后面的吧？怎么会呢？A， 现在把手机给我。B， 立马去离婚。爷去跳海。喂。对不起媳妇儿，我回去跪 CPU。 你这是要跳海吗？我这么美丽的女孩，做什么事情不得先要摆个 pose 吗？摆？你随便摆。你别坑我啊！今天我大婚，我丢下我媳妇儿。这话的意思是，我比雷小桃重要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拿生命来威胁我，这么干不厚道。你们俩真结婚了？看见了吗？哎，国家颁发，政府同意啊。哎，别用这种旧眼神看我啊，我跟你之间已经成历史了，崭新的纪元即将打开。假如历史被做成教科书，拿到新纪元里让新人重温，那都是过去了。杨康，你那么多深情的告白我都不知道。行，不争辩好吗？过去过去呗。不，在我这儿过不去。你那么多的深情告白重新燃起我对你的……对不起，我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。不是，我是说我的包，师傅。哎，
说正经事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也跟你说正经，梁多多，别说跟你，就是跟任何一个人开始，我都是犯罪。难道你想跟一个犯人重新开始吗？杨康，我认识小桃那么多年了，我比你了解他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菜。他不仅是我的菜，还是我们家围墙里的菜。谁要是敢越过围墙半步，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。行了，别装了，这结婚证满大街都是，你要看吗？现在给你拿出来。早就 out 了，这都没见过。小桃还跟金城武拍过呢。What？ 快快快点开车！快点啊！我这不是 taxi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前面有小偷，他偷了我东西。抱歉，这也不是警车。喂，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，里面全是给我妈治病的钱，要是没了我妈我会死的。你就眼睁睁看两条命断送在你手上啊。哎呀，快开车，快点踩油门。快啊，你玩真的？开玩笑，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爱情跟时间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靠，你还是那么无聊，不过我喜欢。杨康，婚宴节撤唐僧了。多多，我现在是你好朋友的丈夫。在这之前你是我男朋友。那是之前，认识小桃之前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为什么瞒着他？那是因为我怕复杂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多多，我的话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我今天结婚了，以后我们再见面，你就是我媳妇儿的死党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把我们的旧关系告诉小桃，但是那是在你不想跟小桃做朋友的前提下。你来真的？我顾虑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是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像好朋友那样相处。如果你非要同时失去我跟小桃这两个好朋友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找到包之前先制造一场事故吗？你就不会安全和速度兼顾啊？哎呦，我拜托你，求求你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踩油门，冲过去，冲过去！我的包，干嘛？送我手机也弥补不了我的包。打621公交查询电话，查公交路线。啊？哦。李小桃同志结婚了。跟谁结的？和他。杨康啊。对。Oh my lady gaga， 就见了几次面 ，QQ 了几次，就结婚了。他们俩说是一见钟情。哎，你说，结婚就结婚吧，有爱什么都无罪。可为什么是杨康呢？你还真那么爱他呀？我，本来我已经放弃了，可我看了网上的留言，我。姐姐，那网上的留言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我知道。现在你就更不应该想他了，都是你好朋友的老公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谢谢啊。
走，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李小桃，你在哪儿啊？没事吧你？哟，这位公子，你谁啊？我是你上辈子的夫君，这辈子的丈夫，下辈子的老公。说你在哪儿？你不是说我在你心里吗？你去你心里找我呀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咱们和好吧。我用我火热的心给你煎蛋吃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见谁去了？见前女友了。什么？浪费电话费。混蛋，你居然在新婚的第一天去见前女友。杨康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我告诉你啊，装晕是没有用的，今天这婚离定了。哎呦，晕是我了，媳妇儿，今儿忌讳这个离字。离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心一意爱小桃。哎，媳妇儿，烫吗？冰了。啊，这肺没了。啊，这肝也没了。你瞧我真是的，爱你都爱到没心没肺了。小桃，你说我容易吗？就为了你，我都舍弃了72嫔妃啊。那你刚才见的是72嫔妃中的哪个呀？上辈子的事儿咱就不提了，行不？你居然把上辈子的事儿带到这辈子，而且还是今天。我错了，回去我给你煎蛋吃，外加苹果丝带。我跟你说一真格的，你说我这如花似玉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说主干。我都嫁给你了，你是不是得意思一下呀？意思就是苹果丝带嘛，对吧？我要求不高，就 iPhone 4。苹果丝带，没有问题。你要是敢买回四代苹果，我就打得你跟苹果一起滚。媳妇儿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一会儿你见了公公婆婆，一定得把你这爷们劲儿给我收一下。谁爷们儿了？哎，不，我爷们儿，我纯爷们儿，我是24K 的纯爷们儿。哎呦，我说你啊，这开了一辈子的修理厂了啊，好不容易退休了能休息了，哎，我说你怎么还和那汽车过不去啊？哎呀，我不就喜欢这些东西吗？行了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别折腾了。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折腾了。怎么了？还是不行啊？嗯，不舒服。哎。嗯。我跟你说啊。咱儿子呢也毕业了，你说是不是出国留学回来更有前途啊？哎呀，你要说这前两年还行，咱家买完房子以后哪还有钱呢？也是啊。其实啊，这行行出状元，他要肯吃苦啊，干哪行都行啊。哎呦，别说，咱儿子是什么都能吃，就是不能吃苦，惯的。紧张不，媳妇儿？不紧张，证都到手了，还怕什么？老谋深算呢，等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放心吧，就凭咱俩的感情，不能感动天地，也保证感动你爸妈。没错。确定准备好了，那我开门了。好的。别紧张啊。哎，我去开。来了。哎呀，又自己不带钥匙啊。爸。爸。妈。妈。现在我郑重的给二老介绍一下，她是雷小桃，是我们家以后的第一任儿媳妇儿。哎呀，别急呀，没说完呢嘛。也是最后一任。哎，就算是惊喜，你们也不用这么惊喜吧？啊，还不招呼人家？快坐下。坐。坐。哎，媳妇儿，坐。来。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。
提前这么喊了？这样啊。小点，小一点。坐，坐。妈，我们已经坐下了。杨康，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把女朋友带回家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那我们也好准备准备啊。准备什么呀？难道你还得化妆、描眉？这孩子，这那个小雷姑娘，你别介意啊，我们杨康就爱胡说八道。妈，没关系的，我都习惯了。你们认识很久了？没多久，几辈子吧。没问题。虽然认识才半年，但感觉好像认识的几辈子似的哈。半年？哎呦，这认识的时间是不是稍微短了一点啊？不是有点短，是很短。对对，是很短。起码也应该一年以上哈。爸妈，这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感觉呢，是不能拿时间长短来衡量的。哎，小雷姑娘。爸，既然都是家里人了，别那么见外，喊我小桃就行了。就是叫小雷怪怪的啊。小雷啊。哦，不不不，小桃姑娘。家里有什么人啊？他和他爸没了。啊？哎呦，就是他和他爸，没别人了。你说这孩子他那……哎呀，我是他的代言人，回头啊我一次性跟你汇报啊。今天我们采访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。媳妇儿，我们参观一下我们家啊。小桃姑娘，你先坐下啊，我去给你拿水果去。好。杨康啊，跟我去拿水果。啊？哎呀，杨康，你妈叫你去你就去吧，快去。那我去了。怎么了？哎，臭小子，那么大的事情也不打声招呼啊。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有惊没喜。怎么了？不满意啊？刚看那么一眼，还谈不上满不满意，真是。哎，小桃姑娘，你喝水。喝过了。哎，你喜欢汽车吗？不喜欢。哎，其实汽车挺好玩的。我是给邻居家小孩修的。小桃姑娘，你也是独生子吧？目前看来是。目前看来是。如果我爸再婚的话就不一定了。再婚？哎，行，我呢下次一定注意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女孩看不上还有下次啊？嘿嘿嘿，越来越乱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？多了呀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。爸，我就知道是这样，把他带回来你们就跟那个 FBI 似的。杨康，你说你这孩子有点过啊，那问问你女朋友也是对你表示尊重嘛。就是啊，妈说的对，如果他们对我不管不问我才伤心呢。是，瞧我媳妇儿多懂事啊。来吃水果啊。为了让你们一次性的了解清楚，我呢一回给你们介绍清楚。我媳妇儿姓雷，名小桃，性别……哎，性别就不用说了。出生1990年7月18日，国籍中国，工作多业啊，爱好吃喝。哎，吃喝乃人生大事，人人爱吃喝，吃喝爱人人嘛。哎呀，行了，真没正形。那个小桃姑娘，哎，多业是什么业啊？就是有很多工作的意思嘛。啊，我媳妇儿是全能，多才多艺哦，外号万能胶，贴哪儿粘哪儿。你累了吧，杨康，歇会儿。妈，我不累。小桃姑娘，很多工作是什么工作呀？送外卖啊，送鲜花啊，送快递啊，然后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去肯德基麦当劳当外卖员。哦，挺能干的。那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吧？这稳定的工作多不自由啊，这工作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的时候就在家睡大觉。媳妇儿，妈，
这个不重要。哎，我这当媳妇儿的初次面试算是过关了吧？过过过过过过过。就算有点小小意见，他们能怎么着嘛？也是哦，反正婚都结了，他们不认也得认。还是雷岛主高瞻远瞩。不过啊，想让他们不从也得从，还差一步。哪一步？嘿嘿嘿嘿嘿，生米煮成熟饭嘛。我呸！哎。我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呢？小桃晚上在这儿吃饭吧。 OK， 以后呢他都在咱家吃。公约哦，也不一定，反正今天在这儿吃啊。行，那你们聊着，我做饭去。妈，我帮你做吧。哎哎哎，不用你帮，我妈做饭可好吃了。妈，是吧？是是。哎，咱们是吃这个还是？哎呦，都让你那儿子给气的。哎，哎，你说你这儿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大学刚毕业就谈女朋友，哎，行啊，谈就谈了，哎，也不跟咱俩打声招呼。算了，儿子找女朋友也是迟早的事，男人嘛，早点找女朋友，以后创业的时候也省得分心。可是这大学刚毕业，正是创业的大好时机，谈什么儿女私情啊，真是。算了，这儿子上大学就一门心思读书，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，我还替他担心呢。你就别瞎操心了。不过你说这姑娘呢，条件好像还行，就是这家庭哦，这单亲家庭的孩子没问题吧？哎呀，你也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嗯，这男人哪有交第一个女朋友就结婚的。行了，别操心了，赶紧做饭吧。嗯，宝了，家有喜事，高兴宝了。哎，各位，今天呢，我有个大事要宣布。哎，没吃好呢啊。媳妇儿，吃完没？吃完了，老公。嗯啊。别急。杨康啊，小桃呢是第一次上我们家的门，我觉得你们俩还是称呼互相的名字，这样比较好啊。爸妈，你们反对我跟小桃相处不？你看你这孩子说话真是的，你也不小了吧？那交个女朋友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再说了，这小桃姑娘，不是条件也不错嘛？哎，是是是不错。怎么会反对呢？嗯，不过啊，不过像这种事啊，以后你们要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。是那么大的事情，对吧？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起码也是表示对我们父母的尊重。对，放心吧，没有下一次了，因为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。这孩子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妈，来，多吃点。多吃点。啊，小桃啊，哎，到了我们家吧，真的不用客气。不客气，以后这里就是我家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为了不让你们担心，我还有下一次，我将彻底封杀你们的后顾之忧。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当当当当。
谁的？什么谁的？我的。哎呀，是我们的。没事吧？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早知道这样，就应该提前告诉他们。哎呀，康云啊，没事吧？幸亏是做梦。是是是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是做梦。现在就是心跳有点快，真的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梁康，等我一下啊。梁康，来，没事吧，妈？哎呀，我没事。哎呀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好可怕。这梦是反的。有儿子我在呢，我在呢。哎，我刚才做的那个梦啊，说是你结婚了，我跟你爸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梦啊？怎么会呢？哎呀，不是梦，不可能，是真的。啊，这你哪儿借的？啊？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我就结个婚，你们至于吗？妈，哟，嘘，你妈有话要说，让你妈把话说完。康云，妈，来，你说，把话说完，千万别憋着，憋着容易出事。说出来，说说说。打死你算了！我打死你！你臭小子！哎，别跑！我打死你！哎，妈！我打死你！妈妈，往哪儿跑？好了，小子，够了。说说你啊，你说说你办的这个事儿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么重大一个事情，你也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？是啊，我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们商量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所有的事情都和我有关，你知道吗？有关，有关，我的姓不是随你们了吗？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，哎，你过来，我跳啊！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我亲生儿子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我亲生儿子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胡说什么啊？你胡说什么？爸，你就别火上浇油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绝对是你的如假包换啊，绝对不是赝品的儿子。你气死我了。你，我说啊，你这四年大学都学了什么？这学科不都是你给我定的吗？你这，哎，这思想道德课落了没上，对不对？怎么做人你没学，对不对？我不就结个婚吗？你们怎么上升到做人的问题了？这情感类的问题得归情感类。我告诉你，你少跟我胡扯，这个东西你退了去。这国家同意，法律批准，怎么可能退呢？法律批准我不批准。我刘小桃好歹也是校花级人物，我嫁进你们家是你们家光荣。哎，都别那么大的火，我不想跟你说。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小桃，小桃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说什么呀？你们现在有点激动啊！这婚已经结了，你们认就认，不认就当我没结婚。行，臭小子，我让你结，我让你结。妈，啊，哎，我让你结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松手！真是的，你白养你了是吧？妈，给我，给不给？给不给？给不给？你给我，你给我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给我。妈，你讲讲理啊！麻烦，别讲了，你们能不能暂停一下？妈，谁是你妈？你们不承认她，就是不承认我。杨康，你别这样。爸，妈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对不起？你，妈，我多大了，你还打我？哎呀，康云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你真是的。哎，杨康，你先把小桃送回家。她已经是我们杨家人了，从今往后哪儿都不去。
不，我今晚还是回去吧。爸妈，不管你们有多不喜欢我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，我真的很爱杨康。你才多大，你懂什么叫爱啊？妈，我先回去了，爸妈再见。小桃，小桃，你别去。妈，你让开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拉着我干嘛？你哎，行了，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这孩子都是你惯出来的，别说了。哎、什么叫我惯出来的？啊，是不是你说的孩子要放养啊？孩子自由奔放，行啊，现在彻底自由，彻底奔放了。老婆，老婆，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代我爸妈向你道歉。你道什么歉？就是咱们不对，应该先跟他们说一声。反正是要结的，先告诉后告诉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大人的想法和咱们不一样。让他们不一样去，我跟你走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喂，他们毕竟是你爸妈，弄僵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进家门啊？把我惹急了，我跟你走，我嫁给你。我才不要娶你呢，养不起。好了，先回去吧。亲爱的，这个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什么叫做还行啊？好看就是好看，不好看就是不好看。罗先生，这可是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最新款。进口未必是最好的，太长了。我会穿高跟鞋啊。穿十寸吗？媳妇儿，不是有很多人成家之后就成立自己的家庭吗？咱们也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，单过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是结了婚的人，结了婚的人就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家庭啊。走，找房子去。哎，不行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大喜日子，我不想去找房子。那我们就去庆祝结婚，然后我们再去找房子。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万一……哎呦，哪来那么多万一啊？今天我们新婚，走，我带你去海边踩海浪。你不是一直想当琼瑶书里的女主角吗？今儿个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不要了，咱这结婚有点不现实，我想做点有现实感的事情。那你想干嘛吗？我想吃冰激凌。切，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情呢。今天你想吃多少？我就给你买多少。真的啊？真的，所有的银行卡都带着呢，今天让你一次吃个痛快。还是你对我好。那必须的。哎呀，真是一顿冰激凌就把你收买，好养。我命令你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。我杨康一辈子对你好，这辈子绝对不会背叛李小桃，下辈子也不许背叛，永生永世不背叛。如果背叛呢？如果背叛了，那就罚我浑身上下长痘痘，是要那种用药都治不好的那种痘痘，导致呢我直接毁容，这样够狠吗？不够。你呢，如果敢背叛我，我就罚你心脏上长痘痘，而且每一颗痘痘上都刻着我雷小桃的名字，每心跳一次就痛一次。啊，忒狠了吧。敢不敢？豁出去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？不想。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这个样子像是要结婚的样子吗？我到底怎么了？你至少拿出一分的热情来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穿100件你100件不满意。我知道你要求完美，可是你那么挑剔，那些不知道的人因为你对我都不满呢。干嘛那么介意别人的眼光呢？不介意能不介意？我穿衣服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？我还以为是给我看的。难道你要为这件事跟我吵架吗？我不是要跟你吵架，难道我不愉快了，连跟你沟通的必要都没有了？
你说结婚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啊，两个有情人的事情，我们家家长生什么气？他们到底生什么气？我也不是很理解，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不尊重他们吧。彻底不告诉他们，那才叫不尊重呢。我不都告诉他们了吗？大概觉得我们是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他们什么都得知道。哎，你爸也是这样吗？我爸才不是呢，他觉得人八岁以后就是大人了，既然是大人了，就什么事儿都能做啊。对呀，这才是正常人的观念嘛。哎，你看我爸我妈，他们做什么事情也没告诉我爷爷奶奶啊。对，再说了，我们都到法定年龄了，我们的决定是合法的，而且我们彼此深深相爱，所以我们的决定既合法又合情。没错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对。哎，嗯，过来，我不放过你的。过来，别跑。